MM 成军一年，由零建立一个热血团体，经历不少高山低谷，几多钱都不会吸引到我再行一次得了。不过成长从来都没有尽头，为了保持生活入面的热诚，尽兴地生活，我们上过山，下过海，今次不如跳上半空。真的要买定保险的。开了的。啊 ,sorry。毕竟他那套跌了。你都看完今次。你都看完。一开始讲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啦第一份子。讲到啦啦队，可能你会想起陆运会、啦啦球，其实啦啦队都是一种运动。根据维基百科所讲，竞技啦啦队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竞赛运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umba。这一队竞技啦啦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，成员大概有40多至50多人。有前体操运动员，有 dancers， 瑜伽老师、舞师，大隻佬，更加有今年18岁。男仔就通常是找到啲差不多身高的就易夹啲咯。其实冇噶，轻就得噶啦，我觉得。体重要几轻啊？不要太重咯，其實技巧搭夠到噶，佢哋話係啊，重嘅話夾得實就得噶。唔好太重嘅 stand 喺佢度嘅。50内啩？50内你唔係咁樣同我講噶喎。俾信心你啊嘛。啊，你唔超過60，應該我哋都唔會死噶。我嘅體重咧，上個禮拜五度咧就係59.6kg嘅。有冇人舉手想可以舉得起我嘅先？哇，係唔係啊你哋？即刻出嚟試下！我好驚啊！我有啲咩要做啊？你買咗保險未啊？我買咗啦。好，跟住咧，我要1、2、3。自信、正能量都是这队啦啦队的 keywords， 所以 MM 今次都派出三位没有青春、没有自信又没有正能量的人上阵。经去做啦啦队这件事很搞笑，你想想他平时个人是多没能量，但是他做一些跟人打气的事。第一，我又不是很融入群体，真的不是很适应在团体里面那种。我不是很懂得 很正确或者很放胆地去鼓励人哋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冇自信的人嚟噶。为了尝试克服呢啲问题，我哋今次会加入啦啦队进行一个月的练习。阿京同埋牙朗会学做 base， 我就会学做 flyer。希望我哋交出最大的热诚，完成啦啦队表演。你问一下大家对我哋有冇信心咯？好，咁多位唔知道我哋对我哋三个有冇信心呢？有！你哋真系我遇过最善良的人。你有冇试过咁受欢迎啊？不如你喺乘机喺度讲笑话俾大家听啊！阿京，你得唔得啊？阿京，我又好痛啊！已经。你有冇觉得平时你教开嘅港队对比下我哋，好似乌合之众？唔系，你哋都好叻噶，我觉得。跳弹 up 嘅时候，听到 up 咧，就伸直只脚。望前面啦，唔好望地下。One, two, down, up, 企直，伸直，伸直腳 ，OK， 系啦。落地。Ready, one, two, down, up。系啦，好落地下 ，OK。你應該會 kick 住咗咧，你唔係咁遠咁樣咧，就好攰嘅。Ready, one, two, down, up。系啦，中層，中層得啦，中層太高，系啊 ，OK。嗱，咁就中層啦。好，我哋落翻去啦。预备支 ，ready， one， two， down， up， 落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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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啊，放胆落去，太远，太远。我开始谂住做下面嗰个人咧，就唉轻松啦，跌啊跌，跌上上面嗰个，但唔系，当你真系落到手嘅时候，你就好惊上面嗰个人有啲咩事，嗰样个责任喺我度，喺阿朗度咁样。竞技啦啦队有大量高空动作，呢一项运动都曾经出现过意外，所以除咗底层之外，都需要其他嘅队员喺附近做保护。當然好彩，我係冇試過整親嘅。
咁但係信任喺啦啦隊嚟講都好緊要咯。做每個動作之前，你可能要望清楚身邊嘅保護夠唔夠啊，或者做一啲難啲嘅動作，你要 confirm 到你嘅底層真係可以幫到你保護，全部人都集中曬啦，你先好做，咁就會減低即係可能發生意外咁樣。真係去推我上去成為頂層嘅時候，原來個感覺都真係幾驚，好內疚知我自己體重唔輕啊嘛，佢哋會唔會整親呢？會影響佢哋比賽咧，咁就會有好多擔憂。都要大家一齊放工嚟到，其實都幾唔容易咯，嗰件事我覺得。啦啦隊每個禮拜六都會有一次大練習，逢星期二四就會有小練習。今日我哋就跟下隊員一齊收工去練習。好，而家我哋六點二啦，你未食飯嘅喎？未啊，買嘢食啦去。你覺得今日會唔會準時或者齊人咧？應該。齊人應該不會，但是準時就應該得。不攰咩？你咁樣翻完一日工又要去練？攰啊，好攰，但是算啦，慣咗，不過都係咁。我哋到啦，準備。係準備點咩咧？心情。調整咩心情？即係開始要將自己情緒推到最高啦。係啊。OK。呢度嘅队员大部分都有正职或者翻紧学，要出席每一次嘅练习都唔系容易事，甚至揾份工都要就到练习时间添啊！我要拣工就星期六唔可以翻工，虽然依家星期六朝头早都要做少少，跟住每一至五放工要准时或者可以早走嘅，嗰啲我先会拣啊，唔可以阻住我练啦队啊！show 咧，啲人喺台上面咁跳落嚟咧，我每次都會接得住。好啊 ，OK， 好啊。OK， 好啊，一次搞掂。哇！我真係有咩？咩都接唔到啊！可以話。我要做咩啊？做咩啊？做啲做啲嘢，你做過曬嘅喎，你全部都做過曬嘅。我全部都唔記得曬啊！好驚啊！真係好做啲拍啦，係咯，講緊。我哋練習完之後翻去，仲要繼續做嘢。阿經理望下過嚟啊！我哋個黑眼圈邊個大啲啊？哇，你勁啲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想講咧，我擦咗遮瑕膏。而家最精神嗰下阿朗啊！係啊，阿朗幾精神？三二一，準備啊！哇！自己做啲打氣動作，好尷尬，好尷尬。三二一，喂，再嚟，再嚟，大聲啲嚟，預備三二一，喂。啦啦隊其實真係有少少魔力喺裏邊咧。其實我今日真超攰，我嚟嘅時候係死咗咁，但我而家真係超精神，有少少好似回光返照嘅感覺。我哋仲有幾耐時間就要表演啦？一個禮拜多三日。好，仲可以練多幾次啊？要嗰個三次到。大家對於28號我哋有冇信心？有，果然係啦啦隊。你對我哋有冇信心啊？有，梗係有啦。今日嘅練習咧，就收到個消息咧，發生咗少少阻滯，因為今日嚟練習嘅人咧，其實係大概10-20個，咁但係而家距離表演只不過係尾二次練習，咁我哋自己好緊張啦，咁。所以而家面對緊呢個情況，我諗都係佢哋做一個幾嚴重嘅情況。業餘嘅運動員或者業餘做一個運動嘅時候，就會面對好多現實嘅問題，現實要考量，會有好多因素咯。咁而家佢哋就切切實實係而家面對緊呢個問題。
京和阿朗都有處於一種很擔心和很害怕的狀態，我覺得到緊張和不安，我對自己都沒有信心，但是都要死掂他咯，要做到咯，好像是不是信心問題，是要做到的問題，好像是，即是我都會害怕的嘛，即是你一個不小心撼親，即是會發生的嘛，這件事有機會的嘛。為什麼會叫阿京下去先呢？就是因為我自己有少少覺得對不住他的，一開始邀請啦啦隊就好像哎，得噶，半推半拱咁样推佢嚟玩咯。但因为其实有一下咧，佢系争啲令到个女仔受伤，然后我就知道呢件事令到佢好大压力，然后佢好担心，佢担心到压力到佢系咁流汗，然后好惊咯。跟住我就嗰下我就觉得，哎，我系咪做错咗一样嘢呢？开头一听到暂停其实有点失望的、啊、本身是都挺期待这个组合的啦啦队表演，我想看京去做啦啦队，是啊，我想看京 Banner 都整了那阵时他们不是第一次说要表演的日期咯，我记得那个 list 是很长的，大家都攜卷出席咯，即证明大家有几期待这项盛事咯，即堪称这个奥运。除了我们今次表演遇上困难，啦啦队之前都遇上了疫情，没有练习场地，看落好似所有嘢都要停，但反而就造就咗佢哋参加世界赛嘅机会。咁我哋上年就参加咗啦啦队嘅世界赛，系啦，咁就又攞咗第四咯。我哋呢一队即系啦啦队，其实成立咗三年啫嘛。咁我相信如果可能我哋玩咗一年啊或者两年咧，其实都唔够经验去参加一啲公開賽或者世界賽事，啱啱好啦，即係今年而家有疫情啦，好多人都唔使翻工，即係 work from home 咁樣，佢哋就多咗時間擺喺啦啦隊度練習咯。咁咁啱有個機會係網上拍片比賽嘅，咁我哋又覺得都玩咗一段時間，所以我哋就做咗個選拔咁樣，跟住就揾咗班人出嚟一齊去比賽咯。攞到呢個成績嗰下，大家我同跟啲人係對望，係我哋對望咗，眼眶對，終於做到啦！一個團隊有人來就總會有人去。更何況是一隊業餘的啦啦隊，這一段時間啦啦隊都經歷了隊員的離開，其中一位活躍的隊員離開了他們這一隊。對於香港啦啦隊是很有目標的，他希望啦啦隊能夠跟美國、日本、那些地方去比賽，看看會不會有一個國際性的有排名的賽事樣去玩到啦。但是經過了可能做隊長這半年，其實我想我這一隊人不是說有什麼排名上的成就，不是說我要玩到全港第一、全世界第一，我是想這一team人玩得開心。其實只要本住最緊要阿叔開心盡興就得的想法，試一次做啦啦隊這回事又好像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克服。好像籌備了一件事很久，是啦，但是就最尾不成事咁樣，係啦，咁有啲可惜，唔想籌備咗咁耐嘅一件事去就咁樣完咗佢。睇下你幾時會翻嚟重啟呢個計劃咁樣，因為知道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要過，我唔能夠要求佢哋好多，佢嚟我就開心啦。所以事隔五個月，我哋決定 Plus Play 重新練習。即感受就好表情咁樣。又嚟啊，咁样又嚟啊，嚟咯嚟咯，开咗个头，其实完成佢都应该嘅。我哋而家咧兩個老人家咧，係咁喺度偷睇啲後生喺度練習咧，然後見到阿朗嗰個真摯笑容咧，平日喺辦公室係見唔到，做稿都做唔到。睇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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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開心勁開心。
哇！呢個笑容，呢個笑容青春，呢個真係。做完啦啦隊之後，佢先開始做各種力的表現嘅稿題。力的表現係啦啦隊先㗎，只不過啦啦隊 last 太耐就，我哋啦啦隊係發掘咗佢呢個力的表現嘅形象出嚟㗎，係嘛？其實真摯笑容呢方面，阿京都有㗎。大家攰唔攰啊？少少少少。因為我哋同舞地練緊舞啦，同埋練動作嘅。但動作上，我覺得第一已經進步咗好多啦，開始好流暢。但而家係我哋跳舞唔流暢。呢個係我哋冇預料到嘅事，係我哋一齊加油好冇？好。加油！加油！努力好冇？努力！加油！努力！努力！加油！嚟 ，Usher 哥！唔好尷尬㗎。佢最憎佢死。3, 2, 1 我整緊條舞啊！有冇熱誠？有，我火，火嚟，火，嗯，咁今日我哋就有表演服啦，系啊，表演服系藍色嗰套系咪咁 bling bling 噶？系咪都系咁 bling bling 噶？短裙着紧啲衫啊！大家留意一下呢条短裙，点着啊？尽兴，着紧要开心。同埋唔好受傷，唔好受傷，唔好受傷。一、二、三。佩服嘅一樣嘢係講緊，即係佢哋都叫做係運動員啦，但係佢哋都係業餘嘅運動員，每個本身佢哋都有一個正職嘅，但要佢哋花費咁大嘅時間喺一個工作以外嘅活動上面啦，我覺得呢點係幾唔容易㗎，我覺得。其實佢哋唔係真係可以靠呢樣嘢揾食咯，甚至可以話為嗰樣嘢唔係一啲好實在嘅利益咯。而呢點我覺得係幾佩服，同埋喺香港呢個地方呢一樣嘢就更加難得咯。辛苦大家。好多謝你帶我嚟嘅，真係講真，呢個係一個如果唔係你。如果唔係你玩我嘅話咧，我都唔會有嘅體驗嚟嘅。咁但係都好開心嘅，都幾珍貴。跟住同埋你要 feel 到佢哋嗰團火咧，你要不期然地俾佢哋嗰種熱誠打動咗，就會繼續一齊想做落去做好啲。因為以前我係真係一定唔會玩呢種團體運動嘅。但起碼而家有呢一個記憶人。我起碼人生有，仲要係30多歲有呢、這個 ，OK 啦，係咪先？我覺得你嗰種鼓勵係咧，你明知自己自己好驚，但係仲要同人講：哎呀，你加油啊，你加油！嗰種咯，其實我覺得最感動係嗰個位嘅。其實因為係見到你每一次咧，你要俾人抬上去嘅時候，你係好掙扎。咁但係你喺度扭令嘅同時，都會講：哎呀，阿京加油，阿京加油啊！尤其是可能你見到阿京都好驚嘅時候，你同佢講：唔使擔心啊，得㗎，放膽去咁樣嗰種咯。但係其實你可能仲驚過佢。最後，今次嘅啦啦隊盡唔盡興？盡興。俾啲熱誠嚟，盡興，大聲啲，盡興，再大聲啲，盡興。好啦，下個禮拜仲練唔練啊？一次夠啦，真係一次夠。今次咧試完啦啦隊之後咧，真係唔簡單嘅。但我希望以後都可以喺更大嘅平台、更大嘅表演度見到你哋，好唔好？屬於高危嘅，唔係拋棄未高危，接翻先高危。即係阿京同阿朗都要買重保險，因為接嗰下係諗起 X Squad Club 咁樣嗰。咁托你係一定係難啲，但係嗰件事有意思在就係在於佢難啊嘛，就係在於我哋一齊要做好呢件事先好玩啊嘛。你哋唔會覺得同我有一個戰友咁嘅感情，所以好想同我完成件事咧？你哋純粹諗。
我係咁樣講緊嘅，但我又你又講得好有啲肉麻，我又唔想跟住咁講，但係差唔多係咁嘅意思咯。好穩喎只腳，佢會再上㗎。